滑水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比较强，带得动。给别人，无所谓，等下一个。那我没办法认命。我吗？对，而且是遇到一对情侣。别惹我了，我是霸服的，真是霸服的。有什么想对听力的其他玩家说的吗？这个游戏一定能让你玩得特别的开心，因为这个职业搭配特别的重要，尤其是每次开荒的时候。加油吧。